朋友们，下午好。午饭吃完了，正在准备出发地球村。先去湘潭的雷哥那里，跟他一起汇合，然后再看怎么走，他是走国道还是走高速，这个就看雷哥的了。现在到雷哥这里，看到没有啊？我们准备去准备一下，把车停在那里，我们租好车去。开两台车去就不方便了啊！开我的宝马，开宝马去。朋友们，现在我的位置呢是在江西省的萍乡市龙溪县这里吧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龙舟公园这里，准备在这里参观一下，然后在这个龙舟公园附近去吃一餐饭啊。我们现在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来一个。那边是野鸡少，好，我们来参观下去。小李呢也是第一次啊，出湖南省啊，前也没有出过湖南省，第一次感受一下我们湖南省外的这些风土人情。这里就是龙舟公园，龙舟公园它这里有一个故事啊。这里旁边就是一条河，应该这里以前是按这个地名来的吧，龙舟公园。具体什么故事呢，小李子也不清楚，也没有去查资料啊，只不过呢到这里来了就来打一下卡，来看一下。走，我们吃晚饭去，去感受一下湘西老表的热情，看能不能够蹭上一餐晚饭吃。现在来到这个村庄啊，不知道叫什么村。我们进来呢，路过一所学校，然后看到这里的路啊，全部是这个柏油沥青啊，全部是沥青路。然后这个村庄里面，基本上十户有八家是洋楼啊，别墅洋楼。还有小李对面的那个，那一排全部是洋楼别墅啊，朋友们。啊，这个村庄还是挺富裕的。小李呢，准备试一下，看能不能够在这里找到有缘人。好，这个他们走那边，小李走这边，来个。加油，走吧，前进。好，搬家的这个房子上面全部还有这些画，感觉这个村庄和我们那边都不同。这里有个你好，大伯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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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这里摘菜啊？我请问一下，你们这是江西的什么地方？江西啊？啊，宁津的。这是泸溪县是吧？不是，不是的。这是湘东。江东啊？湘东湘东区。湘东是吧？啊。湘东县是吧？湘东区。湘东区。啊。我刚刚从那个龙舟公园那里过来。我是湖南过来的，我是湖南。啊，对，我去江西吉水，去那边。我是啊。你那边那大闸子那边。哎。你那大闸子有吗？你好，你好。好吧。你好，我是从湖南过来的，旅游经过这里啊，去吉安，然后看见你们这个村庄里面、啊。还这些房子跟我们那边与众不同，特别的漂亮。你看那洋楼，全部基本上十户有八家是洋楼。你是哪的？我是湖南的。不吹不吹是吧？啊，我是湖南过来的。你是个这个村子吗？我是这个村。啊？我是这个村。你现在是回去还是？回去。回去啊？哦，贵姓啊，大哥？四幺。啊？四幺。
姓肖。萧何之后吧。姓肖啊。萧何之后吧。哦，你这去你家里还有多远呢？还有两三里路吧。两三里路啊。请问一下，今天晚上方不方便在你家里吃一餐晚饭呢？不方便。我都没走进去，我不会在家里吃饭。你不在家吃饭？哦，啊，八哥，啊，谢谢。失败了，朋友们。这位小大哥他扬长而去了，还有两三里路吧到。有一位老人呢，大概有70多岁了，语言沟通啊，我们还是有点沟通不怎么清楚。看啊，往前面再走走看。哦，湘东，那里有一个大哥在点菜，我们过去问一下，看是不是我的有缘人。大哥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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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西老表，我是湖南的。在这里领菜是吧？哦，这是自己种的菜。哦，我是湖南过来的，来你们江西过这边玩。现在呢也是晚饭时间，我想在这个村子里面寻找一下一户人家吃上晚饭。你看方便吗大哥？就是说想在你们这个村子里面寻找一户人家吃一餐晚饭，就吃餐晚饭就可以了。哎，下面什么？哦，不方便是吧？去你家里方便吗？不方便。哦，那打扰了，大哥。哎，是小李的运气不行了，还是小李不会沟通啊？不过呢，好久没有出来吃饭了，确实啊，有点语言沟通上还是有一点失误。到这个村庄，我发现有很多人怪怪的眼神看着我，可能是因为是一个陌生人吧啊。当然了，这个可以理解，不过没关系。哎，阿姨你好，你吃饭了？我出去啊，发福了。哎，他去找我。我是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是湖南过来的。我是湖南，你们这是江西啊？嗯，是江西，叫什么？泸溪市吧？不是泸溪市啊？那是叫闽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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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叫什么湖江区吧？不知道。啊？那就是闽县村。闽县村。哦，原来是闽县村。刚刚路过这里啊，我是准备去江西吉水。去那边玩，我是做旅游纪录片的。我做视频的。你在吃晚饭了？吃的什么菜？哇，这个是好菜，这个是自家种的青菜是吧？请问一下，还方便多一个人吃饭？方便多一个人吃饭？我还没吃饭呢。真的？哇，太感谢了。阿姨，你贵姓？我那个的像肖。姓肖。嗯。哦，你们这块姓肖的比较多哦。嗯。哦。你一个人吃饭还是一家人？一家人，他两个闺女。哦，这个是。这是我的女。你女儿。哦。哎、给他打下招呼。大姐你好。大姐。你好。哎，我是
在你家里吃上饭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。有缘人，非常的热情啊！这位小阿姨非常非常的热情，非常感谢你啊！你不怕我是坏人啊？啊？你不怕我是坏人啊？哎，那我进来了，那我进来了。阿姨家里搞得真漂亮哦。阿姨漂亮。哇，这个是大哥是吧？啊。你是阿姨的儿子是吧？嗯。是吧？你好，你好，你是肖老板。啊，哪里那个老板啊？你是肖老板，你看你家的房子挺漂亮的，富丽堂皇啊。你看地板好干净哦，家里卫生搞得还挺好的。我是湖南过来的。湖南的过来，对，我是湖南腊月衡山的，准备去江西吉水，去那边一个朋友家里玩，然后呢经过你们这里，这个叫湖江区是吧，湖滨区是吧，经过这里呢我就想到你们这个农村来体验一下这种农村的生活。体验你们这个江西啊，就是这个我们江西湖南不是老表吗？一家亲嘛。来看一下你们江西的这个一些风土人情，就是我就是专做纪录片的。经过这里呢，也是晚饭时间了，我想在你家吃一餐晚饭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没问题啊，你吃过了没有？我刚刚去的。你刚刚吃过了？啊，一起吃。深圳的。刚刚吃饭。非常的感谢啊，来我握个手，非常的感谢啊，江西老表，肖老板。拿着那个老板。拿着那个老板，是。好，那我进来了，我不客气了啊。啊，可以。好。像阿姨家里的房子啊，真的好干净，你看。你再搞一下，我们不会也会出名吧？真的，装修的特别漂亮哦，特别是家里的卫生搞得好。没什么。这个房子没建多久吧？哎，老久。去年建的还是今年建的？啊，去年建的。去年建的。啊，去年。哦，来。那肯定花了不少钱啊，这个房子。好，谢谢啊，我不客气了。怎么客气了？太客气了啊，一桌子菜，特别是这些青菜，我们湖南没什么菜呀，自家里顺带喽，自家的菜，自家种的青菜特别好吃。你们这边跟我们那边一样，也是吃白米饭。嗯，江西这边啊。你们湖南啊？嗯，湖南的。我潮州的啊。腊月衡山去过没有？衡山去过。衡山去过，没有去过腊月那边是吧？腊月没去过。没去过。腊月是五月之一嘛。嗯。你们吃完晚饭一般在外面要散一下步吧？哎。好的。都是我这边走一下吧。往这边走。哎，下雨了吗？下毛毛雨了。哦，现在下雨了耶。哎，这就是肖大哥家的房子啊，多漂亮哦！哈哈。这是刚刚从这里路过的。哎，车子在那个前面那边。走过来的，走路过来的。走到那看一下。对。是这样子啊，我先去车上拿点礼品过来啊，为了感谢你的，我要感谢你，哎，拿点小小心意啊，怎么这样？那你家里冒昧的打扰啊？嗯，怎么这样说？吃饭我们讲讲怎么说的啊，就是说碟子没完，非常的热情，非常的热情啊，真的。吃饭我们有等下就过来，我们都真的老子嘛。我去车上拿东西，可以，马上过来。非常热情淳朴的小大哥一家，特别是那位阿姨，非常的善良。来，这位小大哥，这个有句俗话叫做“富贵有根，聪明有种”，传承了他们的基因。一起来吃饭的，老板吃过了。这位就是小大哥吧？小大哥确实很热情的。怎么你也听过？哈哈，还是喜欢香肠的。哦，香肠那个。
啊，这也是豪门大户哎。在我们乡下都是一般，麻烦我忘了。你妈妈在那边，出去了，上不去了，出不去了，这个陕西人啊，过去了啊。啊，这个呢就是，哎。啊，太见见了，哎呀呀，搞这样的东西的，吃一顿饭你还送一瓶油给我，非常的感谢。怎么感谢我？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你家里啊，能够接受，不能让我说，太有信任了啊，太感谢，原来送一瓶油给我，感谢你啊，怎么这样我说？哎，大伯，我走了啊，非常的感谢你们啊。好，你们祝你们身体健康啊！好，走了。挺不错的，原来这个村庄确实搞得非常的好。原来是以前是一个油菜基地，当地的一些市民啊来到这里来观花的，就是来这里观花、观油菜花的。特别是这个村庄的别墅，这样的建的是非常的完美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，下一站呢，可能就是江西，祁安，地球村，拜拜。